在前面有说，应该以前是在前面。对对。前面会有人拦吗？前面那些都是店家。真的吗？对，不方便。哎，这边都盖起来了。对啊，以前这个地方没有。哎，这盖起来说，那个按这边的哈，那以前都便宜啊。好，我们坐在这边，等一下会听歌。好啊。对啊。等一下。下午。等一下我们听歌。没开始的。Test. Hello. Bye bye.想在夜晚我偷不到天，伊用的我一个人去围观，寂寞的雨声对阮心肝，人孤单，像当时的鸟只。飞袂行，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远拢徛在遐。阮的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来到故乡的海岸。拢总无变化，当初你为是为啥？你若问阮，阮心肝着疼。因为太热。你若要有好时段，毋免等雨行。世间有阿母笑的囡仔上好命，唔贪人心讲要来接阿母大，阿母啊已经无伫遐。落雨声，那亲像一条歌。想知影，阮越头不敢听。伊用的我，一个人去围观。寂寞的雨声，对阮心肝。人孤单，像当时的鸟只。飞袂行，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远拢徛在遐。阮的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来到故乡的海岸，景色幽远，拢总无变化。当初离开是为啥？你若问阮，阮心肝着疼。你若要有好时段，毋免等雨行。世间有阿母笑的囡仔上好命，毋贪人心讲要来接阿母大，为着啥已经毋知影。
的朋友还是大不免等好嫁世间有阿母小的囡仔上好命不贪但先讲要来接阿母大阿母啊已经无敌到处想无人笑绵绵对啊来礁溪就感觉应该要唱台语歌这边还蛮凉快的。哦，这边凉，这边凉快多了。对，你们怎么来？开车？开车来，从下面一直找到上面来。嗯，想一想，你们打电话嘛？对啊。原来他讲到阿丁，应该是在对，就是一样的地方。上回那三年了哈。对，好快哦。对，是时间一下就过去了。三年前那个秋雨啊，在中冠工作那里。啊，对啊，他应该还在那边工作吧？对，还在那边。他刚刚有打电话给我们说他跑，没办法离开。哎呀，跑不开，叫我工作助理，工作重要啊。他们假日都特别忙。假日。他们假日都不能休息。你就知道了啊！做这个服务业都是这样，接你业放掉服务业。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沉默不说。从来就没冷过。因为有你在我身后，你总是轻声地说黑夜有我。你总是默默承受这样的我，不甘愿。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握住是你冰冷的手，动也不动。让我好难过，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沉默不说。
来就没来过，因为有你挡住寒冬。你总是在我身后带着笑容，你总是细心温柔呵护守候，这样的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我就是你冰冷的手，动也不动让我好难过，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说话，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沉默不说，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我就是你冰冷的手，我好难过，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沉默不说，谢谢大家。阿伯，你刚刚坐下。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
伴着我。谢谢谢谢，感谢你们，对啊，真的。过来，你看那一年是陈皮，今年是他。对啊，因为我有喝水。好。老师，我们等下六点半了哈。对。六点半，我们等下去吃，就安排一家不错吃的那个牛肉面。好啊，我们去这个慢休息一下。好啊。在后面，那这找不到，你我可以坐这里吗？对啊，我在汤围沟后面泡脚的地方，对，你们对你们应该是跑到前面去了，对啊，大家以为都在那边，不好，真的。对呀、啊。不是大马路。对呀、啊。我跟你讲，我在这边有那个温泉鱼的地方，在那个凉亭里面，就从下面一直走上来，就是有个凉亭，在盖，有很多人在那边按摩。
你现在在底下啦，你要走上来，你要过那个马路过来。对，因为我有听到你那边有音乐，好，你要过马路过来到上面来啊，好。是，可是学校的老师还是我下去？没有，以前那个辅校的学生。哦，以前的。对。啊。好像，哎。我认识吗？不是，不跟你们不同班。哦。对。你们的隔壁班。下去接他。是王老师那班吗？对对，王老师那一班，他们有那个越南的。啊？他们是在益生仙那里吗？我在猜，应该是因为我听到音乐声。应该是的、哦、我慢慢走下去顺便也代表王老师一般有些地方应该行吧、嗯、他跟他老公还有不要爸爸嘞爸爸在哪里爸爸在哪里你要去哪里很热今天有点晃我们加工守住你的视线，我直接走向车站。十点的车票在手上，地点是很远的地方。感觉风很大，没有留下原因，因为心情已拥挤。就所有的行李就是最好的说明不告而别不告而别是因为对你太了解太了解再多说也不能挽回不告而别，不告而别，是不想看见你的眼泪，那会让我做出错误的决绝。老师会弹吉他哦。走出你的视线，我直接走向车站。十点的车票在手上，地点是很远的地方，没有留下原因，因为心情已拥挤。我已拿走所有的行李，就是最好的说明。不告而别，是因为对你太了解，太了解，再多说也不能挽回。不告而别，不告而别，是不想看见你的眼泪。那会让我做出错误的解决，不告而别，不告而别，不想在你的世界，我的世界
留下希望的牵连。谢谢。刚刚那个你认识吗？认识。嗯，叫，其实他叫什么名字我？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那个飞书上好像显示叫惠美，可是我不知道。惠美就是他哦。叫惠美。哦，他有跟我家。他儿子很大了，这两个是来台湾生的。哦，真的。在越南好像有好像18、19岁，应该有，他年纪也不小。Hello， 我有看到你学跆拳道。对啊，你越来越厉害你。哎，哎呦，小心！你们两个都有去学跆拳道，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啊，我都有看你们的照片啊。好眼熟。来。再拍一个，跟老师，拿好你的记牌。哎，你好，小小女士，谢谢你，谢谢，这边不好，谢谢，哎来，来这边，哎谢谢你，哎呀谢谢，等下去年也有过来嘛哈，去年对，过来对不对？来在那边，老师他去年有买那个包。